真相，是风作浓烟多，总是那更要小心谨慎呐、啊！进京之后，凡事不可莽撞，更不可将袁总督的心思大计泄露给任何人啊！放心吧，爹，我记住。可是孩儿不明白，袁总督当年为何获罪啊？他那么精明的人，怎么会成为阉党了呢？哎，他根本就不是阉党。早在万历朝时，他就是百战百胜的大帅呀，功盖朝野。他突然被罢免，不是因为魏忠贤，而是因为他得罪了万历皇上，知道吗？他冒死上了一道奏折，说明了他的抗清之策：当战则战，当和则和，剿抚兼用，化敌为友。万历皇上和满朝大臣岂能容他和清廷言和？怀疑他不忠，所以用阉党的罪名把他整下去了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爹，袁总督的剿敌方略乃是长远之计，完全是为了振兴大明啊。袁崇焕深谋远虑，他的以战求和之策完全正确。可惜呀、啊，军昏臣庸，国贫民弱，
忠臣们不理解他，奸臣们更记恨他。虽然袁崇焕对大明是忠心耿耿，可人往往忠过了头，也得不到善报啊。儿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内心可以忠诚袁崇焕，同意他的治国方略，可千万不能在人前流露出来。嗯。儿啊，皇上要问你对战和的态度，你得坚决主战。是，我记住了。对了，大清皇帝皇太极怎么样？啊，这个皇太极啊，我非常的敬佩他。嗯，说实在的，如果咱们大明要是有这样一位皇帝，那该多好。你小声点，你昏头了，不怕掉脑袋？爹，我现在心里很痛苦，我担心的大明日渐衰弱，皇太极御驾亲廷，有可能真有一天破关而入。我们吴家世受国恩，你宁肯以身殉国，也绝不能叛明。嗯，知道爹，您放心，我宁死也不背叛大明。谁呀？是我。哦，是。爱妃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大营啊？我是怕皇上冷，所以就在这点了个篝火。哦，你守这儿等朕？是啊。就不怕野狼把你给叼了去？就是野狼来了，他指不定是谁叼谁呢。范先生，你看把他野的啊！你说这关内有这等贵妃吗？没有，皇上，臣倒是希望娘娘天性自然，就是到了宫里，也不要受深宫那些陈规陋习的影响。那些规矩啊，三天就会把人变成奴才。是啊，范仁宽，臣在。朕一直想问你一件事，请皇上示下。你为何不把二老接到圣京啊？回皇上，在下从小父母双亡，是养父养母把在下养大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你去把二老接过来，朕拨给你个大宅子，啊，让二老跟着你安享几天清福吧。就是啊，还是接来吧，没有父母不像一家呀。多谢皇上和娘娘的关爱，臣也多次想回家乡看看，只是忙，一直没有抽出功夫来。啊，家在哪儿啊？啊，河北青龙镇。哦，青龙镇。哦，离这儿不远嘛。东南200余里。这样，朕准你10天假，明天就归乡看看，务必把二老都接过来。谢谢皇上，可在下担心二位高堂不会到圣京来。为什么？他们一直以为我在外教书伟业，不知道我已经做了大清的大臣。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啊？啊，娘娘，关内视满人为强敌劲敌，如果我养父养母知道了我做了大清的大臣，他们会认为我是背主投敌，会把我扫地出门，乡亲们也会同我们家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娘娘读过不少汉书，应该知道一句古话，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古意是荆轲，就是燕人。青龙镇古风剽悍，百姓市民忠贞不二，逆辙不弯，他们与大清朝势不两立。哎，我虽然苦思家乡，却又是游子万里回，近乡情更怯呀。喂，要不要朕陪你回去啊？朕替你把二老接过来。皇上，万万不可。
万万不可呀！不瞒你说呀，朕早就想微服南下了，看一看山海关的山川地貌。早晚有一天，大明与大清要在那儿决一死战，朕只有亲眼看一看，才能心里有数。过几天大军就要退师回兵了，关内松懈，朕正好趁虚而入，亲自看一看这未来的战场。皇上，太危险，万一发生意外，险中有乐嘛。再说朕又贴身侍卫，啊，这关内谁知道我是皇太极呀？皇上，要不然臣妾陪你去吧。臣妾早就想看那儿的风景了。不行，这次朕也许扮成个马贩子，风餐露宿，昼伏夜行，你去了不方便。皇上，您一定要微服南下，再下到建议，娘娘和您结伴而行，因为一对夫妇前去不会引起外人的注意。好啊，皇上，你看范先生都这么说了。好吧，既然范先生给你求情了，朕就带上你。望着月亮发愣，是不是想这个女人了？爹，爹，我，你是不是看上什么人了？爹，我呀，快说呀。宫女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哦，爹，爹，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就是我闯宫夜报那天，跟她同乘了一辆车。当时啊，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披风，眉宇之间有着无限的忧愁，就像一只，像一只笼中之鸟。心都醉了，爹，孩儿到现在都忘不了他。好几次，好几次我和他在梦中相见了。他是从哪儿来的？是谁陪他进宫的？他是扬州的歌女，是王承恩领他进宫的。对了，爹，我见了皇上以后，皇上肯定得给我赏赐吧？您说，我能不能啊，什么都不要？我不要金，也不要银。我也不要加官进爵，我就要皇上把那个宫女赏给我，怎么样？你疯了！既然是王公公陪着，那肯定是刚刚进宫的皇上的侍女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我真是糊涂啊！她是皇上的女人。对呀、啊，是皇上的女人。哎，大帅，大帅，进京以后啊，把这封密信交给大内总管。王承恩，是，表下一定亲自给交王公。我也不再瞒你，信里说的就是以战求和之策。他只有先过了王承恩那道坎儿，咱们才有希望把他交到皇上那里。表下明白，启程吧。是，走。圆圆，圆圆，
王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公公您来了。看看公公给你带什么来了。哎呀，是粽子。宫里的粽子真是好看。那当然了，宫里的东西嘛，样样都漂亮啊啊，因为都是贡品呢、啊。来，公公，您坐这儿。我，哎呀，坐这儿。公公，您为何送我粽子啊？说起来，离端午节还早着呢。是这样，公公马上要出趟远门，过两天呢、啊，就是公公父亲的百年冥寿，公公得去趟老家，祭扫祖坟。公公，那我陪您去吧。你可不行。圆圆呢？自从你进了宫，公公可就坐不得住了，除非有皇后的懿旨，你不能擅离宫门一步啊。怎么了，圆圆？寂寞了？寂寞死了，跟坟墓一样。哎，可不能这么说。圆圆呐，其实寂寞是件好事啊。这世上啊，但凡有点作为的人呢，都是在寂寞中长大的。熬不住寂寞，那还能干什么事啊？公公的道理可真是新鲜。啊，拿这宫里头来说吧，至今呢，还住着几位万历朝的嫔妃、贵人。想当年，他们无限的热闹啊，可现而今已经风光不再了。几十年的寂寞呀，怎么熬的呀？成天的孤苦伶仃，形单影只啊。圆圆呢，记住，寂寞是宫里女人的伴儿啊，你越尊贵可能就越寂寞。要想活下去，要想活出个人样来，那就得熬得住寂寞呀。可是我也得像他们那样寂寞致死吗？哎，不会的，断然不会的。你这儿啊，很快就会热闹起来了。等圣旨一下呀，这得热闹的翻了天，比这画上还热闹啊。到时候你想回头找安宁、找寂寞，都找不到啊。啊，对了，老夫此次出去啊，十天之内一准回来。弄不好没等老夫回来，你这儿就得热闹的一团火呀。公公，您早点回来，您不在我怕。哎，甭怕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公公已经都安排好了，仆人们会来伺候你啊，别怕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有一个人呢，你得提防着点儿。谁呀？乐安公主，她比你小五岁，野得很呢，没事到处乱窜，没准哪天呢就窜到你这儿来了。好啊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我就知道。下官叩见王公公。下官叩见王公公。胡大人，老夫此行没对任何人说过，
你们是怎么得知消息的呀？禀公公，下官不但知道王公公必来此镇，还知道我公公此行是为了给老太爷扫墓来了。难怪几位大人把孝金都扎上了，简直比老夫还尽心嘛。请，自从下官上任之后，心里啊就念念不忘。今年是王老太爷的百年冥寿，下官提前3天就到镇上恭候大驾了，今天终于把公公给盼来了。这青龙镇乃是我大明跟清军接壤的地方，清兵经常来骚扰啊，你们就不怕被逮了去？下官为给王老太爷尽孝，就是死也死得其所呀。你们不怕，老夫可怕。老夫来只想静悄悄的来，然后静悄悄的走，不想惊扰任何人，更不想听马屁拍得震天响，搞得鸡飞狗跳的，生者不安，死者不宁。皇上，山海关的山川地势您都看遍了，前面就是大明内地，您速速回营吧，臣也请旨告辞。樊先生，这2条路都通往哪里？左边这条直通青龙镇，右边那条直通山海关。3天后有人在此等候，你务必带上二老如期而归，朕离不开你。臣告辞。好，皇上，您在想什么呢？爱妃，想不想拜访一下山海关呢？当然想了，这个呀是臣妾的心愿。走。生前受了一辈子苦，死后安容却顶不上生前一个馒头，当时有一个馒头你也死不了啊。父亲，皇上亲笔为您写了2行大词，我给您烧上了。儿子现在尊贵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可就是再也要不回来您生前的那个馒头。不孝儿自阉入宫，也就算绝了咱王家的血脉。您老人家千万不要怪罪啊！儿子是这样想的：人如草木，终归于土。望着眼前这一望无际的黄土，谁能分得清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？谁能分得清中间善恶恩仇荣辱啊？分不清，全混在一块儿了。父亲，您老人家歇着。扫墓，等我死了之后就没有儿子替我扫墓了。
行了行了，罗斯，这又不是你爹，哭什么呀？姑姑的那番话都在听了伤心呐。伤心？看来你的心还没有伤够，等你的心伤够了，就没心可伤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啊。是我父亲的至交啊。现在给范大伯叩头了。行了行了，罗斯啊，你可真会来事儿，照这么发展下去，你将来定然比老夫还有出息。想都不敢。走吧。罗斯。奴才在。众人守着这座坟墓，如果有人前来祭扫，立刻禀报。遵命。哎呦，范先生啊！范先生，啊，范先生回来了。范先生你好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想着给范老伯父叩头呢。我不认识你这位兄弟啊。当然不认识，小的卑贱，怎敢与范司马称兄道弟呀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什么人呢？禀范司马，有位贵客想请您喝茶。谁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范大人，请上。
还有谁知道这件事？不光是您不想让人知道，船上的这位贵客也不想让人知道。我要是不上船呢？那青龙镇上的人可就都知道您真实的身份了。请吧，范大人。范大人，久违了，老夫在此恭候多时了。王承恩，正是。大明宫掌印太监王公公，一切老奴罢了。茶给您沏好了，来，坐下。不是什么好茶，这蛮荒地方哪儿逃荒去啊？不过日后老夫定请你喝大明宫里的极品龙井。嗯，王公公是要抓呀还是要杀？说什么呢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请你来啊，只是想聊聊天儿，叙叙旧。你我大概有40年没见了吧？42年。咱们俩是同年离开家乡，我被清兵掳走，成了代善的家奴。你自阉进宫，当了内廷的太监。真快啊，42年了。想想还是小时候好啊，那时候你我二人就在这条河里戏水呀、摸鱼呀、捉虾呀，疯的那叫欢了。是啊是啊，人生如梦啊。真是不堪回首，一转眼咱们都老成这个样子了。范老弟请。哦，王公请。任宽啊，问你一句未必恰当的话，你在关外清廷做汉大臣舒畅吗？哎，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呐。表面上我贵为一品，但是在满人的眼里，我始终不值得完全信赖。只要稍不留神，就会自取其辱，身败名裂呀。王兄，您呢？哎，比你好不到哪儿去。表面上，我贵为内廷总管。可是在那些正人君子们的眼里啊，我算什么呀？不男不女，不阴不阳，不雌不雄的烟货呀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认什么本事没有啊，只会仗着主子的淫威，仗势欺人而已啊。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每当那些大臣们向我折腰叩首的时候，我都分明听得见他们在心里是怎么骂我是奴才是烟货的，他们自豪着的。王琛呐、王琛恨，你这张臭嘴真是空前绝后啊。听你骂人好不享受啊。没办法，这都是逼的呀。世道人生把我们原来这些清纯少年都给逼成老毒虫了。精彩，精彩至极。承恩呐，跟你聊天真是畅快畅快呀，我可是多少年没这么畅快了。你畅快就好，畅快就好啊。说句正经话，任宽，如果我要劝你归顺大明朝廷，不会自取其辱吧？承恩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大清虽然偏居一隅，但是皇太极
可是个百年不遇的圣君呐、啊。他待我如知音，恩深如海呀、啊。王太极有这么厉害？你知道他最崇拜谁吗？谁呀、啊？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早晚有一天，皇太极会成为像朱元璋那样的开国之君。嗯，啊，来，仁宽，饮茶，来。嗯，哈哈哈。各位乡亲们，听着啊！袁大帅出任宁远总督以后，山海关点将台上忽然长出一只灵芝来，天降神迹，千年罕见，贵不可言呐！帅府恩准各方感激的百姓登城参拜，捐石钱可至见到，捐文银一两可亲自到灵芝草前亲自观赏。主子，这石头城上会长出灵芝吗？哼，也许兵友们故意装神弄鬼赚老百姓的钱呗。哎，主子，你不想上去看看那个灵芝吗？灵芝无所谓，倒是这山海关当真朝思暮想啊。哎，主子，你万万不可轻视，这山海关上到处都是兵俑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。他们提防的是千里以外的八旗军，眼皮子底下反倒不经意，这叫灯下黑。去跟他们说说，我要拜城剑道城关炮台敌楼，我都想瞻仰一番。好，遵命。好看得很呐、啊交钱就能上。大哥啊，辛苦了。哟，大嫂子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我家主子要登城参拜灵芝。行啊，交钱就能上。不过我家主子呢，不但要上去看剑道城关，还要瞻仰炮台敌楼。哎呦，那可不成，这敌楼是不能上的。大哥，您看这个。大哥，有您在，还有去不成的地方吗？妹妹，我可不相信啊。对，行，那我带你们上去转一圈。要是有人问。你就说是我妹子，你家主子呢，就说是我舅舅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要有您这位大哥，真是荣幸死了。哎，走，走。3.5万斤重，这炮一响啊，地动山摇，厉害着呢。哎，舅舅，你知道为什么别的炮是一道红绸，而这个系三个红绸吗？为何？因为它是皇上钦定的天字大将军一号。12年前，那努尔哈赤就是被这尊大炮打伤的，没等归营就死在半路了。别的地方看看去。你是知道的，我大明国土辽阔，即使御马而行，从东到西至少也得3到5年呐。我大明有子民4500多万，更是超过清廷的50倍呀、啊。
理是明白的。你觉得清廷灭得了大明吗？大清灭不了大明，大明也灭不了大清。既然如此，打来打去何时是了呢？我觉得大明与大清之间为什么就不能罢兵休战，彼此媾和呢？王兄，此话是崇祯的意思呢，还是您王兄的意思呢？当然是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。皇上与皇太极不共戴天，可是老奴太了解我的主子了。虽然他现在坚持明清不两立，非要剿灭皇太极不可。水灵